麻烦你了。小铁怎么还不来？不行，我得打个电话催催他。哎，奇怪，我手机呢？刚才还在的呀。陈小姐，我很快就到了，你现在出门了吗？哎，老胡，家里水龙头又坏了，你介绍的师傅什么时候到呀？飞鸽传书，这是什么跟什么啊？哇，这样放鸽子太危险了。糟了，得赶紧救人。不好，车子快爆炸了。科技先生，快醒醒。小心。要爆了。我捉。老婆，今天加班不回家吃饭。李太太，商场大特卖，赶紧呢。喂，小李啊，我这里撞车了。你没事吧？公交上的人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在行驶中放鸽子呢？就是嘛。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正常。要鸽子通信本来就得到处飞。我一时没注意，才躲不了。喂，天国保险吗？我的车刚被公交车撞了。你们派人来处理一下吧。满大街飞鸽传书？难道说？奇趣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哎，又是柠檬博士。好，出发吧，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时刻是1973年，美国工程师马丁·库帕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部手机，这就是纪念手机首次拨通的照片。咯噔，咯噔，对呀，这马大叔笑得这么灿烂，是打给谁了？想不到第一部手机居然这么大。最初的手机又叫大哥大，有2斤重，开机只能用20分钟，还要充电10小时，而且售价超级贵。不过能随时通信的手机最终还是被大家接受了。在经历了多次造型的变化后，手机彻底成为了现代人的日常必需品。对，打游戏、上网、付钱，本喵可离不开它。一定要保证手机发明顺利，出动吧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看这边，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无线电话。现在我就要用它打给一位重要的人。没有电线还能打电话？咯噔，贝咯噔，就是他会打给谁呢？是老婆、朋友还是老板？快快快，快接呀！柠檬炸弹大成功！
把手机还给我。没事吧，马大叔？我的手机。放心，我们来帮你。我好害怕。柠檬，带上钢笔。叽叽。你得意什么？这不没啥变化吗？警告，蒙查查可以通过电话发动攻击。先走喽。艾尔，这边的火灾交给你。闪电。嘟嘟，我们俩上吧。飞鹰战车出动。只要不接电话，蒙查查就没招了。猜错了，控制天线发射。喂喂，查查听到吗？
袭巨特工，绝不认输。飞鹰战车，抱歉了，火箭拳。飞鹰战车是被控制了，可我没有。尤尔吗？我是马丁。根据资料，尤尔是马丁的竞争对手。我正在用手机和你通话呢。怎么样？你不是说赢定的吗？对对，我就是故意打来炫耀的。马丁先生，这也太小孩子气了吧！算了，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捕捉到时空异常。这是初代奇趣特工，原来如此。